来日寻踪，来自台湾超萌的双胞胎姐妹花祖祖佑佑，因为头戴安全帽跳舞，在网络上爆红，连美国知名的 talk show 主持人艾伦·迪珍妮都邀请他们参加节目录影，而精彩的表演让全场的观众起立为他们鼓掌尖叫。艾伦甚至加码再邀请他们上一次节目，这也是继2010年林育群之后，台湾有第二组艺人登上了艾伦的 talk show。 而即将升小学的他们暑假还准备发行单曲，难得的是左左右右知名度大开，依旧是纯真可爱。欢迎我们的左左右右，绑着俏丽马尾，可爱的齐刘海，水汪汪的大眼睛，不说的话谁是谁还真分不清。台湾超萌双胞胎左左右右魅力席卷全球，还说要到美国参加知名的艾伦·迪珍妮脱口秀。Do you want to teach us, show us the dance with Twitch? 要不要跳舞给我们看？ Yes! Okay.头戴安全帽，跳着充气舞，小小身躯站上大大舞台，左左右右没在怕，一举一动都吸引了全场目光。表演完了，观众还起立鼓掌，登上美国当红节目，不但不怕生，还动得全场笑声不断。怎么跟人家介绍左左右右 ？I am beautiful. I am cute. She's beautiful and she's cute. I see. 可爱萌样也虏获主持人艾伦的心，不但送上大礼，当下还力邀左左右右再录一集，找来知名 DJ 帮他们编排新舞，让左左右右受宠若惊。Yeah. Let's go.、Yeah.Zoni? Nah! Zoni? Yeah! Ah, okay,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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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Now I think it's time to dance. Ready? Shh! You know you're perfect. Your turn. Okay. You are my love. You are my love. Oh, there it is, there. You will never, ever, ever be. 带着艾伦为他们特地制作的专属安全帽，这回挑战英文歌曲，唱跳俱佳，再次博得满堂彩。你们有没有什么中文要教 Ellen 的？你好漂亮。你好漂亮。Yeah. What's that? 什么意思？ I am beautiful. Oh, I just told you you're beautiful? Oh, good. That's great. 你好可爱。你好可爱。Yes. Yes. What did I just say?什么意思 I am cute. And I said, you're cute. Oh, you're teaching me how to compliment you. I like that. 左左右右是继2010年小胖林育群之后，第二组登上艾伦脱口秀的台湾艺人，从网路红到国外，上节目的影片直逼300万人次点阅，人气飙升。回到台湾之后，代言通告满档。大家好，我是佑佑。我是左左。哇，左左右真的是相当可爱。身穿巴西球衣为世足赛加油打气，第一次碰到足球玩得不亦乐乎，可爱的舞蹈动作也萌翻全场。好，那我们谁要先来踢？面对一整台摄影机，左左右右没有显露任何紧张情绪，拍照摆 pose 样样没问题。拍着拍着，左左还忍不住打起喷嚏。面对大批媒体，两人也开心地跟大家分享之前的美国行。
最近从美国回来，有没有觉得很累？不会。为什么？因为是很好玩，不是很累。对。那上节目也很好玩吗？对。最近在忙什么？不知道。小小年纪童言童语，对于自己红不红，小妮子诚实的反应也让全场哄堂大笑。你们觉得自己很像明星很红有没有？他们都会找你们合照。还好，我觉得还好。为什么觉得还好？因为也没有很多人来找。就快要上小学一年级的左左右右，可爱指数破表，还有外国小朋友看了影片模仿他们跳舞，更被网友封为最萌的台湾之光。可爱二人组还要继续萌到全世界。今天节目当中有许多的主角们在竞赛当中大放异彩，不过竞赛除了拼输赢，最重要的还是运动加精神。主角们有哪些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